187连服战48强，经验排行。紫禁城暴总3000万，战神包冠。珍宝和西栅要搅局，浩文冲八强。187连服战小组赛和淘汰赛将在2月19日和20日两天举行了，小伙伴们一定要记得准时收看哦。本年48强的经验排行如下图，珍宝阁、紫禁城、明秀园三个区名列前三甲，浩文所在的诗情画意总经验来到了第九名。本月各大豪门区有哪些不一样的看点呢？如风简单给大家盘点一下。一、紫禁城战神3000万，本月紫禁城携带有3000万战神，更是城主暴总亲自挂帅出征，崇尚暴力打法的暴总选带，廖师陀和大唐作为物理门派，目标只有一个，那就是冠军。T0豪门加3000万战神加暴总指挥，小伙伴们，你们觉得有人挡得住吗？二、珍宝阁战神900万，珍宝阁主动放弃了双神木林，选择了神木林加宙斯普陀的组合，下点的1080扇子号也终于可以在服战中登场了，能打能抗，重铸辉煌是珍宝阁的团队目标。本联他们将携带900万战神与拥有3000万战神的紫禁城争夺冠军之位。三、钓鱼岛战神零，上月的卫冕冠军鱼岛本联将不携带战神出征，同时钓鱼岛服战队也将继续沿用上联夺冠阵容，魔王和神木林的双法搭配能否再次创造奇迹，答案将在本周日揭晓。四、西栅老街战神900万，对于天宫门派的启用，风狼在175指挥中可谓是独树一帜，在上个月零战神取得四强成绩后，本联风狼无惧3000万战神的紫禁城，直接携带了900万战神出征，目标就是冲关。五、明秀园战神600万，在本联服战前夕，明秀园服战队疯狂更新了一大波实技能以上地厅，将明秀园服战队的地厅储备提升至全服前三水准，不再执着于存战神的明秀园能带来什么样的表现呢？我们不妨期待一下。六、虚腹孔庙战神零，银河阿七两位指挥搭档被坊间称作是国标阵容的天花板指挥，只要有国标阵容可以打，他们就无惧任何对手，而本联携带的龙宫加狮驼岭门派更为他们的阵容增添了几分不确定性。七、沂水雪山战神零，近段时间沂水雪山老板更新动作频繁，团队地厅镜台宝宝数量正在稳步增长当中，整个团队也变得越来越稳定，指挥孟俊也拥有了更大的发挥空间。八、生日快乐战神600万，在不少豪门团队积攒战神准备年终冲刺之际，生日快乐依旧携带本月的600万战神出征，用主指挥张梦潇的话说，不信命便是生日服战队的命。九、普陀山战神零，本月普陀山服务器将不携带战神出征武神坛，而报名阵容中更是出现了罕见的女拔木门派，在他们手中女拔木能否焕发昔日荣光，这也是粉丝观众的内心独白。十、齐云楼战神零，扶风老板的疯狂投资使得齐云楼服战队瞬间崛起，屹立在豪门服战队行列，本联他们的报名阵容中竟出现了两个女儿村王小贱，这是在玩什么花招呢？十一、大观园战神零，大观园服战队的硬件给大家都是感觉就是深不可测，这支神秘的服战队在2021年的成绩并未达到粉丝们的预期，希望他们在2022年能完成蜕变。十二、诗情画意战神零，在本联服战开始前，团队主力化生提出了想进入服战八强的终极梦想，浩文也在直播中反复强调，诗情画意服战队就是豪门的分水岭，全服第九的总经验基本上可以保证他三胜进入16强，只要刷区运气好一点的话，进入到八强理论上完全有可能性。这个月他们将给哪一支豪门好好上一课，能否冲进服战八强也将会本月武神坛最大的看点之一。